岸的一个 Costco， 基本上没有中国人啊，我看了一下。扫地机器人打折，原价499减70，现价379.99。Costco 卖的这个滑雪裤非常好，在最冷的时候穿一条裤子就行了，而且价格很便宜，也就200多块钱吧。我现在身上穿的这条就是。可乐的价格很便宜，32罐8.69块。原价是11.69块。这啤酒是60罐355毫升的71块1毛钱。鸡蛋是4×500克。4×500克6.99块，应该就是这个包装吧。那30个鸡蛋嘛。牛奶的价格是4升6.86块。到前边看看肉类的价格吧。这个鸡是7.99块。Costco 比较有特色的产品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猪肉馅儿吧。猪肉是6.99块一公斤。这应该也是猪肉吧，这是8.99块一公斤。这个是5.99块一公斤。这个。这牛肉是11.99块一公斤。这是14.99块一公斤。这是16.99块一公斤，然后13.99块。这是16.99块一公斤。
哦，这个23.99块一公斤，这个算得上极品了吧？64.99块一公斤，这个羊排是34.99块一公斤。看羊肉，羊肉是15.99一公斤。哦，这是火鸡，这火鸡是5.49一公斤。这应该是鸭肉吧，这个是6.49一公斤。这个鸡是有机的，这个是8.99一公斤，一包里边有两只。这鸡腿也是有机的，鸡腿鸡翅我看了一下都是8.99一公斤吧。这三文鱼是24.99一公斤。生蚝的话就比国内贵很多了，生蚝我看它一盒是18个，19.99，而且这个个头都特别小。这个应该就是更好一些的三文鱼，39.99一公斤。这胡萝卜应该是1.2毛，这一包是4.54公斤，卖5.49。哦，这洋葱是1.31一公斤，这一兜是4.54公斤，卖5.99。这个土豆也是4.54公斤，卖5.99。这是另一个品种的土豆，这个是6.8公斤，卖7.99。这是红薯吧，这是2.26公斤，卖5.99。然后这又是土豆，4.54公斤，卖5.49。这三文鱼不错啊，看这是他们员工收到的表扬信吧。